好，那这个扣子都是打可以打开的哦，好不好？很美，对不对？黑莉，赶快买，因为这个洋装是一见钟情、啊。而且我为了你们呢、啊，我不惜跟店家吵架，要拿这件洋装。30到12点，真的有吵吗？还是你讨厌他而已？折30到12点。好，我们这次折30到12点。他真的骂脏话，5个字。对，我骂。英文的吗？对，因为我太吵直白了，我太生气了，然后我就骂了安阴阳吵直白，然后我大概真的打从娘胎到现在没有骂过这句脏话。那我好好奇他到底做了什么事？他们就是对我们态度非常的差，然后刁难我们，不让我们拍照，也不让我们拿。对，就哦这样不行不行不行，嗯，就是而且就是这样子这样，嗯，不行啊，对，这样对。就很讨厌、啊。那这样为什么他们做生意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不知道啊。对啊。对，而且我跟你们说，丸子她是那个地方妈妈，对不对？她、嗯、是大 M 身形，嗯、可她穿去外拍的时候瘦爆瘦爆，就是很瘦。因为丸子一开始那边干，她就说啊，人家有小腹，我不要穿这个。她、嗯、穿上去以后，整个小腹都平了。好，那你现在表演。哦，没有，你现在套啊。好，然后小猫手帮我备注一下，就是她很修身。那这个颜色怎么定义？深蓝浅蓝，深蓝浅蓝吗 ？SML 三个颜色哦。对，我让你们看一下小腹不见的魔术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看一下，因为我刚才回家吃什么东西，我有小腹了。你那个叫做小腹，你不要欺负人了。不是，你绝对想象不到我回台湾吃了多少东西。哦，哎，搭这件黑色上衣很好看，很好看，然后再配个那个黑拖鞋，好，配黑拖鞋，这样多美，翻。你穿有一点歪，再过来，有点穿歪了吗？对，好 ，OK， 对，好美哦。然后你看它有点刷色做旧的感觉。这件是1480 SML 深蓝跟浅蓝这样子，给你们看一下后面的开叉，后面有开叉设计，所以会你会比较好走。要好走就算了，就是对小腿修饰度也很好。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这里，它的修饰度整个都很好，这样。对。但是我先跟你们讲，如果这里特宽有没有？嗯，就要参考一下臀宽，好不好？嗯，就是因为它这里是比较有一点。限制性的，然后这件本身没有弹性哦，所以一定要参考好你的臀围这样。它前面这两个口袋是真还是假的？假的口袋，还是要回家自己拆？哎，可以耶，是真的啦，要真的自己拆。对，这件可以，这件口袋是真的，只是要自己剪开哦，这个口袋。然后我接下来套个那个深蓝色给你们看。小，因为这个脱安全裤会掉下来。帮你处理，我的屁屁露出来，等我一下。好，那你过来这边，我帮你处理。哎呀，你突然走来走去。台长的双手要尺寸，尺寸不是有量吗？对啊，我们今天不量完了。他说少量一点。感谢，然后我们让客人近看一下这件牛仔裙的那个刷色跟材质。哎呦，可是我要给他们近看哎，好，你先去量，先去量。所以这件没有量到、哦。没有，少一个也有。哦。哎，那我上衣先换掉好了。上衣你要穿后面的吗？对，我穿后面的好了。还是我穿我刚才那个，吹一下。好，蓝色，你穿蓝色。上衣的话，我配一下刚才那个那件花花上衣的蓝色，因为我看蓝色蛮多人汗的，搭配一下给你们看那个感觉。好看，很好看，这件牛仔裙必修。这样看起来很清新哎，就是蓝色配蓝色。那我们这个颜色怎么定义？好像是黄跟蓝，对不对？这有点焦糖色。卡跟杏。卡。啊？哪来的卡？那个是杏吧？可以改。我们改蓝跟黄好了。蓝跟黄。可是是黄吗？我觉得它是黄啊，黄橘的。橘啦，我觉得橘哎，橙橘，橙橘，好，橙橘，你说什么橘？橙啊，流橙的橙，好不好？好，蓝色跟橙色好了，好对，橙橘，不要再提橙橘了。但是我们刚刚和牛以橙橘哦，对，刚刚和牛以橙橘，我要穿上这件橙橘洋装去吃以橙橘的和牛饭局，对对。好看呢、欸，很好看。需要绑吗？嗯，好像可以绑。托斯卡尼艳阳橘，哎、欸，它真的是个人才、欸。廖贝，
你真是人才耶！赶快来应征啦！你原本的工作不要做了啦。不建议，因为我觉得这边老板太强。没有啦，而且搞不好廖贝他是在吸我是 CEO 之类的，啊、也是对。你这边没有扣好哦，胸部。我们小茉莉需要人才。对啊，那我可以说我的事情吗？不行啊，对啊，为什么？哦，我就想讲事后味道。来，然后我们近看一下蓝色的花色，这块布很厉害，这样子。它这种气质的花色，然后我们接下来看橙橘市长的花色，这个是橙色哦，柳橙的橙色，你们看它超美。对，我要叫它橙橘洋装。然后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拍照就只看地板吗？因为之前他们都把我拍成这样子，就这样，是不是？后来就只看地板，我觉得这样是最安全的做法。但是我觉得这样很有效果，笑你妹，谁想被笑？不是，我是说看地板很有效果。就是故意不看镜头的感觉。你刚那个表情，嘟嘟可能会把它截成。嘟嘟好像截我丑的表情。对啊，网志我在韩国送他绯闻。好，我要穿橙色。这扣子要拆吗？不用。哦，顺便跟你们说一下，这件很好穿脱、哦。然后尺寸的话，我觉得穿到 L 是没有问题的。XL 的人，你们自己参考一下小帮手 P 的尺寸。而且我发现我们从拍到现在都没有报什么尺寸可以穿。但是小花洋装小花上衣我跟客人说就是 L 可以，小花上衣可以，因为它是全弹性。我跟你们讲为什么会叫路边的阿公叫我爸好不好？因为 Jordan 他教过我，韩国男生不管到几岁，他们都喜欢女生叫他们欧巴，他们听到欧巴就会软，整个酥软掉。可是我叫那个，因为那个阿伯他已经80岁，有点风中残烛，你知道吗？他可已经50年没有被叫过。他长得比我阿公还像阿公，然后他蹲在地上卖草莓，然后我这样。爸，然后他怎么这样子？他超惊讶，抬头想说，到底谁？佳慧，今天佳的什么时候可以入单哦？来 ，baby 妈妈，我跟你说，我们通常都是下播之后4个小时会入单。对，因为小帮手比较忙，所以对，所以你就是现在先下单，对不对？你明天早上来结账。对，那个有人叫你不要走啊。瑞恩，来，我们直接问小帮手，你今天几点可以入单？你不要这样子逼他好不好？对啊，他都忙翻了。请问 N01 的裤子明天门市可以试穿吗？可以，可以。然后门市目前只有 S 跟 L。对，门市缺。对，门市目前 S 跟 L 会到空运到，不知道会不会有。对。然后看一下货单。哎，我知道了，他是这样子的。对，他旁边做抽绳，说你可以绑两个蝴蝶结。瑞恩，你是老师，你劝一下乔丹，等下不要走好不好？你知道瑞恩是我们老师吧？我知道啊，地理老师是吧？超强。我很好奇，瑞恩会骂脏话吗？至少在板上不会吧？好。